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款的皮筋助手，三连式不锈钢夹缝，分两扎死啊。然后这边都有刻度的啊，然后这一根可以调节皮筋皮兜孔，自己想要什么孔距就可以调到什么孔距啊。我这边调到6，松开就可以啊，拧紧，调整好。好，现在我来演示一下。把我们的皮筋穿过皮兜孔，好，然后这边捏紧之后，用我们紫远钳轻轻的夹住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可以放到最后一个孔里面，也可以放到前面这个孔里面，当然这个是自己随性的啊，然后这里面拉开距离。把这个调整过来，就这样的话好绑啊。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，五圈，想绑几圈绑几圈啊。这样的话，腾开我们的双手，解放我们的双手，这样好。把皮都拿下来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样绑的话是很细致的啊。